不要跳副歌就好，因为副歌有，对对对对。大家看完这张票，我发现真的好难哦。而且重点是我看他跳，我就。就没有办法跟着跳的感觉，就忘记 对，只记得看他的那个美妙的舞姿，忘了他的动作。对啊，那没办法，还是得跳。你以为你讲完就不用跳了吗？你玩一下就可以不用跳吗？来喽！哎，我觉得人家在表演之前，你们应该都要欢呼一下，增加他们的信心。对。这样怎么破？弟弟等得不耐烦了，弟弟来，